真的是便宜的卖给大家。我要先讲它的针织面料绝对是赞，真的是赞，它是弹度，然后是包心纱的那种针织，所以材质质感摸起来跟一般的针织罩衫差远了，因为它真的是高质感高优质的商品的面料，所以如果你喜欢质感的商品，你就可以带这款。像我自己很喜欢，我们公司的小编都有触摸到这件商品的质感，所以他们就会花钱来买这个。它的质感面料摸起来，我可以保证它是质感专柜的三倍，因为真的，第一个它可以保暖，它是包心纱后针织双层去织的，所以它能保暖。第二个它不会撞衫，第三个它穿起来非常好看，好保暖，而且很好搭，很好看，就喜欢这种罩衫式的感觉。而且呢，跟大家讲哦，有时候天气没那么冷的时候，你披它就算是一件毛衣在穿了嘛。这个颜色是比较米杏色，比较基本色的，另外一个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哦，湖水绿的颜色，非常非常的显白。好，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，它反而可以提升大家的亮度，有没有？它穿下去我觉得整体感非常十足，而且如果里面是搭灰色或是黑色的基本素T也都非常好看。